这个是假血啊！哎呀呀，又受伤了。好啊，拍得到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可以。会不会漏出来？啊，大家好啊，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测试，测试一下木梁的承受度。啊，等一下我会把这个拿在前面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我们给它折好。你的吗？是你的吗？不是你的，好像从口袋掉下来的。你掉的吗？啊，是你掉的吗？从这里，是你掉的吧？是不是你掉的？不是我掉的，是吧？不是你掉的。全掉了，是你的吗？200吗？是200吗？这个，这不是，你刚从你口袋掉的。不是，哦，这口袋怎么可能是我的？你看我，看着从你口袋掉的。没有，我觉得这。吓我，难累死我了！吓我，难累死我了！东西掉了，是你的吗？是不是你的？刚掉这里的，是你的吗？哦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这个，这什么？不是你的，不是你的，我掉的餐巾纸什么的，不是的。你终于掉了，你掉的吗？刚掉这里的，是我的。这个是你的。你终于掉了，谁掉的？谁掉的？你掉的吗？你掉的。是你掉的吧？你掉的，不是你掉的。是你掉的吗？是你掉的吗？是我的。你掉的。掉了。